在微信都可以转直播的吗？Hello，我听得到，你听得到吗？哦，那个我能打给你吗？因为我是用电脑语音，不然这个游戏声音会被录进去。我帮你。听得到，听得到。喂，这样呢？这样。等一下，我是戴着耳机，这样子可以吗？这个音量。拿这个耳机好。Hello。喂，你现在能听得到吗？哦，好，我也不知道，刚刚可能换了个耳机，这个问题。
我可以的。我现在声音有大吗？因为刚刚不是说挺大。OK。Hello，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七届北美电子竞技联赛 NACG 小组赛 SCE 对战 DA 的小组 BOE，我是今天的解说睡魔。啊，我是今天解说珊珊。可以看现在到，是来到了一个，就是激动人心的这个半 pick 环节。现在的然后左话，边是 SCE，左边是右边。SCE，右边是 DA 战队。那可以看出两边先手办掉一个，上单或者是一个中单的这个，突然卡壳，不好意思。一个蓝色方是搬掉了莫德凯撒，对。铁男和冰鸟，然后红色方现在是暂时搬掉了莫甘娜。莫甘娜应该是想限制一下对方辅助的选择，而这边蓝色方搬掉的冰鸟应该是发现对方中单应该是一个非常熟练的冰鸟的使用者，所以它是一个针对性的班位。而且，SCE 之前在，也就是说，在之前这个时间段也打过一场比赛，是吧？其实他啊，是们的。总的来说，对，现在也是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一个状态，选手也都是比较有状态来应对接下来的比赛，然后，对。整个。感觉现在就是9点了，毕竟9点了，大家晚上都比较亢奋。接下来，两边估计也是比较熟悉的战队，毕竟我们 NACG 已经举办了这么多年，那也就很期待接下来的表现吧。而且这边可以看到搬掉了一个石头人，其实可以看出 SCE 这边很针对打团型的英雄。睡魔，你怎么看这？现在的话，红色方是搬掉了2个辅助位以及皎月。皎月的话，这个英雄应该也是个比较冷门的英雄。皎月这英雄搬掉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针对性的班位。现在蓝色方的话，一选卡莎作为自己的 ADC，看一下这边红色方会怎样子去，有没有先抢的优先级的英雄。我觉得卡萨当前版本其实并不是很强的一个 ADC，反而是他是这样选出来是有一点想打支援型的这么一个组合，但这边反而就是红色方先手抢，就反手抢了一个潘森啊，对我潘，是觉得，你觉得呢？我觉得潘森这个英雄是现在这个版本可以说是 T 零级别的上单，一直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强大的强，一个存在，对他的资源和 W 的一个定点控制和 E 的一个减伤，就是支援起来他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没英雄。错。
那这边蓝色方的话选择了卡莎加泰坦的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下路组合，然后中单选了一手卡牌，卡牌应该是想应对一下对方攀升的一个资源。红色方这边选了一手这个侠和辛德拉的话，我觉得辛德拉其实有一对阵卡牌的话，毕竟线霸嘛，然后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限制一下，就是卡牌的前期游走能力。毕竟如果一直推线的话，其实卡牌的清线能力并没有辛德拉这么强，反而容易就是说，如果他自己强行去推线的话，容易会被辛德拉一套秒掉带走。但我觉得这手 pick 还是比较不错。现在蓝色方的接下来两个班位，我觉得可以针对一下对方的打野和辅助。对，搬掉了一手奥拉夫，也是一个前期带节奏能力非常强的一个英雄。那奥拉夫最近两个版本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吃香啊，除非是对面的控制特别多，选出一些奥拉夫。那也不排除这有可能是针对红色方，因为维恩战队算 NACG 的老牌战队，我记得去年也是进入了我们的总决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针对于他们的队员的拿手英雄这样。好的，看一下最后一个班位会留给什么？我觉得可以再搬一手对面的，继续封锁一下对方的打野位，因为 I must not fall。哦，不过最后搬了一手日女，日女也是这个版本和泰坦可以说是两个下路辅助的首选，在泰坦已经被抢下来的情况下，封锁一下日女这个有一个非常强开团能力的辅助，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单选。没错，而且日女在线上，她的那个双抗能力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加成，这还边是红色方选了一手魔腾，应该魔腾的话，他可能就是想在六级的时候配合攀升打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全球流的一个套路。没错，而且它的刷野速度也是很快，可以进行到前期的一个。不管他是不是配合一个攀升吧，我觉得他对这个盾的加持还有一个恐惧的特效，因为加强过，所以我觉得这手选择还是比较不错。哦，而这手反而选那手贾克斯。对这边的话，上单贾克斯对应一个上单的潘森，还有中单的话，中野分别是岩雀、卡牌对战这边的辛德拉加魔腾。但是我觉得这个中野组合在六级左右的碰撞上，是辛德拉加魔腾是非常可以说是比较压制这边的卡牌和岩雀，卡牌岩雀比较强，在强势在他们的双游走能力。没错，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卡萨他选择带了一个 TP 而不是治疗？对，这他应该是很想有走一趣的个一个发育点。型的路线。你是说像三级这样强行推线，然后回家 TP 出来这样一个套路？对，他应该是想配，这边的蓝色方的这个选择的话，双方的英雄的选择都可以看出他们有非常强的游走和联动能力，像这边的卡牌和岩雀以及旁边的潘森加梦魇这个组合，这两边组合都是有非常强的游走和带动节奏的能力的。然后这边下路组合带个 TP 的话，应该也是想保证一下自己 AD 的发育。没错，而且这边也是马上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3分钟延迟的 lag 时间了，我们也可以来分析一下两边带的这个召唤师技能。而且我觉得，作为我是一个中单玩家嘛，我会比较喜欢在打中路的时候选择带点燃这个召唤师技能。但可以看见现在红蓝两方的中单，一个选择带了一个疾走，另一个选择带了一个 TP。我就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因为卡牌带疾走的话，其实我觉得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强吧，除非他的那个他走 AP 流，然后出巫妖这样子，一个牌可以直接秒人这样。强行去控的话，我觉得会有一点帮助。应该是在想要，
就是大招飞到之后，看疾跑就有个比较强的持续追击的能力，就不想让对方逃走。而辛德拉带一个 TP 的话，应该也是想应对一下卡牌，在卡牌大招进行支援的时候，辛德拉可以用自己的 TP 来进行一波，就也进行也来支援一下自己的队友。没错，而且他的这个 TP，他不仅可以就是说前期支援嘛，我觉得更强的是中单如果带 TP 的话，他在前期吃线的这个方面是并不会进行一个担忧的，他可以就是说在三级的时候强行推线，然后回家 TP 出来，这样他就会比卡牌多一点等级，然后提前到达六的话，卡牌如果被先压制的话，其实他是不好进行推线游走。但那样是，岩雀的节奏也会被压制。对，主要是这个卡牌加岩雀的话是一个游走性比较强，但是中野打架起来能力并不是非常强势的。也就是说，前期梦魇和辛德拉的配合，想配合来抓卡牌或者去野区找岩雀的话，这边的卡牌和岩雀应该打起架来是比较难受的。红色方的魔腾和辛德拉在六级时候的同时，六级时候的爆发非常强，而且这边卡牌带着一个疾走，没有带净化，所以是非常容易抓的。没错，而且选择带了一个锤石，其实锤石这个点就是觉得可进可退、可守可攻的一个地好，方，现因为在它的话毕竟也。是一个传统辅助。对，现在也进入读条时间，我们来猜想一下双方的基石天赋的选择会是怎么样？我觉得双方的基石天赋应该都是选择应该比较稳妥的、比较正一些，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些基石天赋的选择。他选择带了一个余震，而没有选择一个守护者。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是打得比较凶，一个属于进攻型的一个泰坦。而且，因为如果就是说，其实泰坦现在，一般主流打法都是带那个守护者嘛，毕竟他加盾，然后加上自己的一个盾，作为辅助来说是很肉的一个存在。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媲美，那个日女这样一个级别的双抗。如果泰坦带余震勾到人之后，能触发自己的余震，也可以，也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但是这边看一下，这边卡牌是带着一个彗星，应该他就是想找快，应该是想快速推哎，线，可然是后看见这边进蓝行。色方四个人跑到了上半野区的这个草丛里面，就是想要入侵一下。这边也是看到了魔童在的一个位置，这边也是一直在标记啊，是想入侵吗？然后勾到哎，了。这边一级黄牌打上去，拿到了一血。这个一血比较出其不意啊，因为这蓝色方好有心机啊，他先让坦去下路露了一个头，然后让对面觉得自己不会入侵。其实反过来，泰坦露头以后继续往上走，反而来了一手出其不意的一个勾，就很因有为意在思。一我级觉得像一团个这。心理战。对，一集团这一边有泰坦和卡牌的这一边，他们的控制比较非常足，所以打一集团还是比较强势的。哎，上路的话，一个贾克斯碰到了这边的潘森，汉贾克森，斯嗑药 A 了两下，换血还行。这边卡牌也是不敢推线啊，感觉被辛德拉前期压制的话，手还是没有辛德拉的长，毕竟他学了一个 Q 技，学了一个 E。我来，这个但时我觉间。得蓝色方这边把潘森放出来，可能就是有一种很自信对自己家上单，就是我不怕你上单拿多强势的英雄我都敢养。哎，是我你会觉得，就是说潘森会，配合岩雀好一点，还是配合这个梦魇会好？我觉得如果同时要游走的话，应该是配合自己家的梦魇会非常强势。来，现在看一下上路一级抢了一个二级，下路也是同时到了双人路，有一个对拼一锤石回去中摆一下勾到这边的
泰坦挂点燃挂上，但是这边少一个点燃的伤害，所以这边还是被拿到了，对线拿到了个击杀。可是这边，我觉得是卡塞有一点失误啊，因为这边是泰坦先勾到了这个墙，反而，这个卡塞选择去，针对这个锤石的话，其实虽说就是锤石那个意技能把墙的一个倒钩帮那个泰坦躲避了，但是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如果这个卡塞一直在打这个墙的话，应该这个一锤要被这个卡塞收掉。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吧。主要是在前期对拼，对方是有治疗，多一个治疗的，所以他这边没有治疗情况下面勾上去又打得起来，但是两级打三级好像有点上头，被勾了回去。这样的话，泰坦应该上线之后又回家了。上路的话打起来，魔腾也赶了过来，没有感觉有闪现也跑不掉了。这边的话配合自己的打野，将这边击杀，这边也同时动手想杀吗？这边的话伤害有点不够，卡牌往回走，闪现，这边闪现躲了一个 Q， 一个黄牌，这边操作非常的，也是小操作，还是非常的漂亮的。没错，可以说这个反应很快啊，因为辛德拉和他几乎是同时闪现进行一个 Q 技能，这一波两波中单都很 Q， 只能说这边想推线，但是对岩雀的一波 gank 也是非常的及时，这波想推线，但是TP 回来线并没有赔很多。两边的打野其实节奏差不多，因为他们在第一波 gank 的时候都收获到了人质，这也是选择，魔腾是选择来到了一个下路，想吃掉这个下路的这个河蟹。那岩雀同时是在上路的话，已经看到了一个攀升的话，闪现躲了一个岩突，反击奔爆晕到了，晕了上来。但这边岩雀血非常少，一个 Q 没有 Q 到，这样的话攀升在往下跑，但是这边的卡牌也支援了过来，配合队友的伤害击杀了攀升。一红牌是开了一个红牌，好像有点可惜。如果是个黄牌盯上去的话，感觉配合这边的贾克斯，这边这个辛德拉会非常难过，是有机会被击杀。是。这边锤石空了一个 Q， 然后但感觉泰坦那两波死真的好上，因为现在才三级，就算再肉，其实在这个侠面前有倒钩这样子真实伤害，其实感觉泰坦就不是很肉啊，毕竟他带的是一个鱼阵，就像我之前说的，对他的控制打不出一个盾的效果就会很伤。这边的话下路下路的侠和锤子也是保持着一定的推，已在跑着一个推线的状态。如果说，这两边现在优势的话，我觉得就是说红色方的一个优势更加大一点，因为他现在经济也是领先的，而且下路可以就是说仗着自己前期的一个优势，然后来进行压线。并且侠的话，对于凯撒来说手还是有用。这边魔腾整个直接飞中路，这边魔腾直接飞中路，得配合了一波非常高的爆发性伤害，直接秒掉了卡牌。哎，我没太注意到这个卡牌前期的这个闪现是在哪里交的。是刚才他们注意到了卡牌的闪现。对，现在的话魔腾和辛德拉同时往下走，想打一个四包二吗？但是这边岩圈也是在下路的，应该不是想四包二吧，应该是想偷这个小龙，想打一个火龙。火龙的话是收益非，这个时间段拿到火龙收益是非常高，因为自己压下路是一个推线的一个压制状态。这边泰坦又被勾到了，感觉倒钩勾一下他又要死了，这样的话泰坦有点不注意自己的走位，又交出了一个人头。毕竟这边侠的一个侠是属于现在 T1 级别的一个 ADC， 也是实在是太强了，就觉得他消的还是不够。这边草丛里面蹲了一下，这卡塞为什么敢自己出来补兵呢？哎，这边 E 又回来，感觉这边卡塞也要交代，这波闪现过墙，这样的话打出了自己的闪现。
次这波反蹲的话，霞也是先行到达了一个六级。但好在这个凯撒他前期，我感觉是因祸得福啊，因为这个泰坦先死了两级，他自己在线上单独的吃了两波兵以后，反而是经验先打到了六级，所以其实他有了这个六级的盾以后，其实不太慌这个下路去进去杀他，自保能力是有的。只是线上的话，对拼就看这个岩雀到底要不要来下路支援一下。你看一下这边中路的话，卡牌对线辛德拉还是有一点小劣势的，对线被压制的比有点多的刀数。嗯，前期被压成这样的刀数，但是其实卡牌这个英雄，我有见过，就是说他前期被压很多刀，但毕竟他是一个支援型，如果他后期的这个大招，就看他这个大招接下来是要飞下还是飞上，因为这个大招还是比较重要。这边的话已经往下走了，是不是要大招？这边岩雀是否要大招封一下路？不过他们那个动向已经被这边的龙坑里的针眼发现。这边的话，卡牌也在往下走，果然飞了下去。但是这波飞感觉没有跟自己家队友沟通好啊，这波一个黄牌钉上去，感觉并不能留下这边的锤石。这波感觉沟通有点失误。我觉得他们其实我觉得卡牌这波飞他可能是担心这个魔腾在下路，因为魔腾是直接开大，刚刚是晃了一波嘛，虽然他被那个上路的一个针眼，就是上路线上的一个针眼看见了，但是其实他就很担心，就直接选择一个开大，会选择来飞他中路，所以开了一个下路的话，直接E回来两个，开启大招，一波爆发性的伤害，直接杀掉这边的卡莎。这样的话，下路可以说是被打开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口。而且这边刚才岩雀在下路蹲了很久没有做到事情，自己家的蓝区也被刷光。这边岩，但是作为一个回应，直接刷一下这边的，哇，这边被反杀了。想杀一下这边的辛德拉，结果辛德拉这个时候伤害非常高，直接反杀。辛德拉的伤害也是一波怼，这边的话，潘森也是大招支援过来，追着这边的卡牌，撵着卡牌走，但是这边卡牌跑到了塔里。两边的节奏，我觉得红色方是完全占优的。但我觉得岩雀每次想配合这个卡牌搞事情，去抓这个辛德拉，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早一点，就是不至于像刚刚那种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因为那个位置的话，辛德拉他其实是往自己塔下跑，是有很大的生存。因为其实就像刚开始比赛刚开始的时候说，就是这边的中野的这个对抗性，卡牌加岩雀实在有跟梦魇和辛德拉比差距就是还是有点大的，就是打起在野区打起架来，相对来说伤害没有另外对面高，所以导致现在这个局面就有点尴尬，就是中野的节奏完全应该说是被牢牢的被红色方掌握。没错，但我会觉得其实刚刚那波岩雀他毕竟是在这个黑暗收割嘛，其实他刚刚那波黑暗收割打他以后伤害很高，只是说辛德拉他靠着自己个人操作还强行扭腰把那波把他换掉了，这个是我们都没想到的一点。但是从补刀上来看，他压了这个卡牌40刀，这也是可能说明问题的。把穿血出来的辛德拉也是比较恐怖。这边的话，卡牌和岩雀又在往下走，蠢蠢欲动，但是已经被发现了，也没只好作罢。但是上路的话，贾克斯已经开启大招，上去锤，但是很多中间又来到了中路，但这一回好像没有上次这么好的运气了。这边的话，魔腾也开了大招冲了进来，做了一个魔免盾击下了岩雀。上路的话，左手余力杀掉了卡牌，上路的话也是一波对拼。这边的刚才看我应该是潘森凭借的防御塔，应该是成功反杀掉了贾克斯。是这个贾克斯他其实已经残血，两边互相残血，但
想回头闪一电下话路，这样往直接往后走的话，这样的话泰坦也直接往后走的话，就直接越塔了呀。这边闪现过来一个勾，下路也是一点道理都不管，对，直接开始越塔了。12分钟强行到了二塔。但是很生气，你要越我塔，我队友来抓你。但是这边反分勾一下，这边队友就过来了，一个炎族通过两个人，但这边伤害实在太爆炸，一个 QE 直接打残三个人。这样的话，感觉蓝色方已经非常难受了，前期的节奏已经完全爆炸。辛德拉这个 EQ 真的是太舒服，直接下来 EQ， 而且。与此同时，第二条龙又是个火龙。这红 buff 被收了以后，其实对于岩雀的一个发育也是造成一个不小的一个威胁。就看贾克斯想去偷红吗？现在，因为知道这个梦魇，他其实是在下路岩雀，果然是去偷红。你这边潘森是没有察觉到。这边拍神的话是来做个眼，因为现在泰坦他太脆了呀，他现在才能出到一个小的眼石配一个红水晶，那这样他不管是什么伤害，不管是辛德拉的还是这个潘森的还是这个侠的，他都扛不住。对，像泰坦的话前期死的比较多的，所以到现在他才六级。下面的劣势有一点点大，点但是凯撒的发育其实是没有被耽误的，虽然小压刀吧，但我觉得毕竟他本身没有落。这边的话，红色方凭借有两条火龙以及比较好的装备压也优势的情况下，直接动这边的峡谷。这边的话，蓝色方应该是有点难应对，应该是有点难防守，应该是要放了。拿到了峡谷之后，红色方一波集结，想对上路进行一波推进。嗯，因为他一塔已经倒了，其实现在完全拆掉蓝色方的外塔，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拆掉这个二塔，然后可以选择中路的爆发。那这边，蓝色方也是要考虑一下自己下一波团战到底是怎么打起来。毕竟节奏已经到了中期，而且红色方这边两条火龙加持，而且双 C 位的装备也都是非常的优质啊。可以看见这边四个人都有赏金，何况这个魔层也是节奏非常的好，现在处于是岩雀他出不去，然后蓝色方赤炎也是做不出去的一个状态。对，因为在前期的一个节奏上，岩雀可以说是被魔腾完全压制了。这边无论是刷刀还是，几波 gank， 应该也是几次动手，这边的辛德拉也没有成，就是反而被反杀了一次，所以这边的节奏是大打折扣。这边，我会比较好奇，他这个峡谷先锋是准备放在中路还是放在上路？因为这一波看他们红色方并没有想推进的意思，是想等魔腾回去更新装备以后强行出来推中路这样子。对的，这个时间段也被动，也就因为这个现在贾克斯是蓝色方唯一发育稍微正常一点的点，但是他如果想带线的话是完全带不出去的。那这边红色方也是强行的把视野布控到了整个蓝色方的野区里面，这边岩雀是直接被视野看到，岩雀直接被视野看到，直接大招飞过来，非常不讲情面的直接就单杀了。在由于自己家外塔丢失的缘故，所以说他的视野，自己家野区的视野是已经是沦陷了。那这个峡谷先锋还不选择放吗？我会觉得，对，还有这个应该是要放在中路，应该是放在中路，应该是想把这边的中二塔给推掉。其实泰坦的控制还是比较优异，但是泰坦站的这个位置是要被勾，哎，果然这边泰坦太前面了，又被勾，感觉泰坦这位选手可能站在那个塔下，就是感觉打得有一点。毕竟是晚上了，星期五的晚上。
大家就是心不在焉也是可以理解的。嗯，也可以说这边锤石选手的手非常热吧，这边的钩子可以说非常的准。但刚刚其实并没有选择一个预判，因为泰坦那个位置实在是太近，就是感觉不明白他刚刚为什么要站在卡下那一波，因为阳光先锋毕竟已经推进来了，这边卡牌是直接被定到。卡牌直接被定到，伤害非常高，是不是想秒？但是一个岩突想推下来，一个倒钩，勾到了两个人，一波伤害直接打残了这边的 AD。这样的话，感觉夏尔塔也很难守了。没错，而且这边中路的视线也不太好，上路也没。贾克斯这边是空有一滴滴，但是不知道该干什么。他其实现在可以选择上路去推线发育，因为处于就是。他现在打团也不是特别有用吧，第三条龙的话又是一条火龙，这边红色方拿掉了前期拿掉了三条火龙，可以说这位局面已经有点一九开的意思了，这边再有三条火龙加在十八分钟这样的经济优势和三条火龙的加持下，这边的蓝色方想打出除非打出奇迹般的团战，不然的话这已经很难了。没错，而且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他前期的一个岩雀配卡牌的这个阵容并没有打出所想要的一个对线上进行一个支援游走的这么一个优势，反而是卡牌他出的装备我其实是没有看太懂，因为他选择带了一个这个彗星嘛，所以他选择走一个并没有选择走巫妖和卢登这个系列，其实它的伤害是并不高，并不足以秒掉人，但反而是他这样的话他的位置就会很被动，因为他前去用黄牌定人的时候是很容易反手被辛德拉一手直接定到，然后一跳带走，因为他这套装备说肉不是很肉，然后要说输出也不是很高，所以其实是很尴尬的一个局面。这边锤石也是一点都不想到，这边的直接带着自己的小伙伴来把这个蓝给反了，因为这边这个时间段上这个装备差距实在是有点大，这边直接打起来应该是没，这边蓝色方有点不好接，这边的话锤石已经有点为所欲为，又勾到了这边的一个泰坦也去分路，但是分的还不错，但是这边一个大招直接被打了上去，魔神飞进来闪现上高地怼着这边的卡他就是一顿撕咬，这样的话打了一波零换三，这样的话感觉蓝色方应该是有点不好防守了，这波过去之后，这个中上路对中上最近两个水晶爆了以后，可能希望能给他多抢一波。感觉他们是有尝试想继续推一波的，但是这边的话大龙也好了，看看他们会不会稍微稳一点回去打个大龙，毕竟自己有三条火龙的加持，直接闪现过来一个黄牌漫天飞雨躲掉钩子，勾到了这边的直接秒掉了一个侠，但是这边伤害实在是太高了，根本就不慌，直接开启大招想进行一个追击，但是这边的卡牌应该也是追跑不掉。哇，这边辛德拉是一个小瓶触发了他的电刑，直接带走了这个龙雀，也是果然只能说伤害太高了。对，这边的红色方也不打算加班，直接一鼓作气推掉了这边蓝色方的水晶，那么可以恭喜一下这边的红色方，在21分钟就。这边也不想继续推吗？还是想继续杀人？一个大招直接灌死了卡巴。那也是让我们恭喜这个 DA 战队啊，赢得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哎，这边还是不想继续推完了。这边的话，你要打，还是想打开心为主。就恭喜红色方 DA 战队赢下本场。可以说这边在前期节奏没有起来的情况下，就是节奏反而完全被红色方的中野把控之后，这一把蓝色方的游戏就非常难了。嗯，
没错，而且，我会想说，他们中单两边的一个出装的选择，我会觉得这个卡牌的出装，它其实偏向保守，有一点就是前期什么都想要，但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既想要肉又想要输出，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就感觉他有一点就是队友需要我的帮忙，我要前去帮忙，然后又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办。所以有点自乱阵脚吧，我觉得打得有点急。那也是恭喜红色方第一战队赢下本局比赛，来，也我们很来期待结接下束来他看们一的下表现。这边的辛德拉是打出了一个全队最高的输出，这边的毕竟他的 AOE 很高嘛。对，尤其是下路一波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一个 QE 直接秒掉两个，然后将另外一个打个大残，那一波伤害就非常的可观，没错，以及最后在高地上一个大招直接灌死了对面的卡莎，对面卡莎的这个游戏体验也是非常的差。是的，是这样，这边的话，那再也，次恭喜一下这边的 DA 战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大家稍作休息，稍等20分钟，我们来观看下一场比赛。你关直播了吗？
Hello，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七届北美电子竞技联赛 NECG 小组赛 SSC 对阵 VNA 的小组赛。我是今天的解说睡魔。这一把也是让大家稍微多等了10分钟，由于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不过我相信接下来的比赛会非常的精彩。对，来，这边的 BP 的话，可以看到先封锁了一手阿卡丽和豹女这两个英雄，都是一些可以说都是操作怪型的英雄，操作好的话上限非常高，应该是觉得对方的选手有操作这两个英雄非常顺手的选手，所以先是把这两个英雄给 ban 掉了。对，莫甘娜这个英雄也在下路是能扛着很多辅助英雄的，这边的话也是 ban 掉了泰坦之后，首先抢下了一手锤石作为自己的辅助选择。对，先出。对，但锤石同时放给直接这样的话，直接放了霞洛给对方下路，霞洛的话也不用说，应该一非常经典，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下路组合。看一下这边的话会选怎样的 AD 来应对一下霞洛的组合。他叫锤石和卡莎。能看出卡莎和霞这两个基本就是下路的 AD 的首选，一般两边同时一个。因为酒桶的话是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打野的选择，酒桶无论在世界赛的出场率和现在一些比赛的话，都是一些，因为它是出一个 AP 打野刀伤害非常高，而且配合的一个掠夺者能对线上进行一些非常好的 gank。Okay。 对，像酒桶的话，ban 了皇子、蜘蛛这两个酒桶在野区里的一对手。不过其实我觉得还可以 ban 一手奥拉夫之类的，因为奥拉夫这种免疫控制六级之后免疫控制对，和酒桶打的话，应该是有一定优势的。看一下这边，蓝色方会最后一 ban 留给什么？他上一 ban 掉了一个瑞兹。瑞兹也是一个非常万金油的一个选择，可以摇摆。
上单建模打一个鳄鱼的话，其实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更好选择船长，船长也还行。这边的话，中路选择一个杰，然后打野想选个龙龟吗？龙龟这英雄可以说是非常冷门、非常冷门的一个英雄。这位打野选手想选的话，应该是想。就应该是他非常喜欢用这个英雄，熟练度非常高才会选这个英雄。对。这样的话，最后一手 counter 位留给中单，想选一个塞拉斯吗？其实这把塞拉斯选出来可以。偷对面的一个大招并不是特别多，除了劫之外，就是能偷到特别有效的一个大招，其实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塞拉斯在之前有个版本被削弱之后，他的盾是只是一个魔法盾，而不是之前的一个能抵抗魔法也双抗盾，所以如果在中单对位一个杰的话，他这个只有魔法盾可能会吃一定，而且也都是同时是短手英雄，可能会吃点亏。上路鳄鱼带的是点蓝，如果带点蓝的话，那这边的酒桶上路来军训你几下，你这个鳄鱼就非常难受了。我觉得红色方的英雄选的更加扎实一些，开团能力、开团、打团和支援能力都比这边的蓝色方更加强一些，更为主动一些。这边得看一下中前期杰和奥拉夫应该跟上把一样，杰和奥拉夫在前期的在野区中野的对抗性应该是稍微略高于这边的酒桶和塞拉斯的，因为这边奥拉夫前期的伤害可以说是也是数一，就是在整个撸啊撸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就感觉这边也还是得想打开局面的话，还是得帮助杰先在中路打开一些优势，因为杰对上塞拉斯在这个盾被削了之后，对战杰可能会有一些劣势。最后一手塞拉斯这个选择的话，在对面这几个英雄没办法偷到一些特别实用性的大招，除了杰的大招，还有
比我们的延迟还有3分钟，马上就能进去看一下双方的即时天赋选择。我觉得这边的塞拉斯很有可能会带一个鱼阵，看一下会不会应验我的说法或者打我的脸。对，他就是绑上，就是绑上去之后，一技能，勾练到结之后上去配合鱼阵打一波小，不过猜错了，他还是带了一个电刑。好了，上单的话，船长带了一个不灭之握，也是偏一个偏发育的一个选择。啊，带了一个掠夺者。是的，以及这边的鳄鱼上单的话带了一个强攻，这边的话强攻或者征服者都是一些鳄鱼比较好的选择，他可能觉得对面的船长的话打一个发育流的话，应该还是想带一个强攻来打一个高伤害来压制对面的船长。现在的话，双方，我这边的劫已，这边蓝色方的劫有点慢啊，出门半输一半，这边的劫就是没有跟队友同时往外冲。这边的话，这边的酒桶非常细节啊，在这边插了一个眼之后，回家换了个扫描，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小操作，因为他这样的话，可以在这个眼位消失还存在的情况下，自己的扫描的 CD 就已经好了。哎，中路的话，哎，这边塞拉斯这样往上走的话，好像少吃了一个兵的经验，不知道是不是啊？好像还是吃到那个兵的经验的。刚才看他好像离那个小兵死的有点远，我以为他少吃了一个兵的经验。这边的话，下路首先到达2级上去压制一波，但是撤退很快。没看到这边上路的船长，这位选手操作也挺不错，前面一个3连桶放的也是挺顺溜的，应该也是船长配合上他的名字大海，有个大海在自己的名字里，他应该也是位老船长。哎，这边奥拉夫3级已经想往上走了，打了个信号，但是这边3级打2级，砍了一个爆破酒桶，加了一下攻速，对这个船长有想法。这样的话，感觉是要死，但自己还有一个橘子闪现跑，但是这边伤害很高，是否要越塔杀闪现一个怪圈 Q？应该是杀掉了这边船长。
就感觉在鳄鱼有红怒往前靠的时候，这边船长应该有一点防 gank 的意思，但他还是往上靠，插了个眼。哎，下路的话，一个倒钩打了一个非常高的伤害。这边下路的话，换血上这边的狭路还是占非常大的优势的。哎，这边中路的话是也打起来，不过下路的话勾到了一个小扎，但是并不慌，但是五层电浆打出来，挂贝壳点燃，感觉这边的要死了，但是其实他是想浪人头的，但最后还是 A 掉了。这边的话五层电浆没点出来，钩子勾到，这边锤石，对，这个锤石操作非常的亮眼。这样的话，对线锤石拿到了一个双杀，这样回去之后会出一个游牧民的印章和一双鞋，是不是？滚！哦，他直接出了个 CD 鞋，看来打得比解说想的更加的奔放，这位选手。对，唯一可以接受的是这双杀是被锤石拿到的，就还行。这边下路的话又打起来了，但是这边奥拉夫去到后面，但这边彩灯笼上来一个斧头溜过去，没什么结果。中路的话两边都到了六级，偷了一个大招，想杀。但是这边杰应该及时的拉开身位往后跑了，看来这边假大招闪一闪上来想塔莎巴这边锤，这边酒桶过来了，但是没有六级，这边的杰非常的慌，赶快吃个血瓶加下血。这里的话，对，这边奥拉夫选择单独打一个小龙，但是好像这边的血量有点可惜。哦，还好有个惩戒，这边没有视野。这个时候如果酒桶来的话，那就是人龙双收了。下路的话，卡莎和锤石也是下路有一定的压制。这边的话，一个五级的酒桶想入侵，感觉有点急躁。这边杰大招还没有好，不然的话，刚才这波入侵是有点危险的。这边的话，下路双人路由于推完了线也进过来进行一波压制。这波的酒桶开了掠食者，应该是逃跑。不过，自己的队友还在后面，所以并不慌。哎，这边中路的话又动起手来，大招上去想杀，闪现 Q 没到，然后点燃能不能烧死？感觉差点伤害。刚才这波，对，一波闪现 Q 没有 Q 到，所以差了点伤害。
哎，这边这个酒桶非常的科比，平时啊那波小兵，但是上路的话也是打了起来，奥拉夫过来想杀这边酒开大晕了一下，晕了一个小兵，啊这波操作也有点可惜，闪现 W 了一个小兵。刚才这个船长也是吓了一跳。对，虽然说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是有点喜剧效果。这边的话，下路打起来，杀掉了一个卡莎，反身一勾，想换一个洛。看一下这边双等级起来之后，小洛还是有点压制性的。这边的话，鳄鱼很凶上来打，结果酒桶在这里反蹲，这样的话应该交代在这里了。这边的话，奥拉夫也是去了一下对面的蓝区，但是对面蓝区野怪是刷完了，也是无功而返。这边应该是想动一下，这边来了，下路追着这边奥拉夫一顿打，但是开大赶快跑，在这边霞想一下，但杰德龙跑了，上路的话也是打得非常的激情，两方。因为他还是血量上是占优势的，而且还有一个可以吃橘子回血。先回，哎，下路的话又打起来了。这边的路控到两个人，然后酒桶一个大招炸回来，炸的角度并不是特别好，但还是杀掉了这边的锤石。那边锤石是3-1的一个锤石，是不是被霞拿到了一个下得当的额外赏金？这样的话，霞的发育就瞬间就补回来了。这边的话，上路想杀一下这个杰三，伤害非常高，应该是能直接配合点燃和大招的伤害，应该是能杀了。对，这边下路的话，你看一下这边奥拉夫是先出了个提亚马特，虽然说他打野的效率非常高，但他这个坦度是非常不够的，很容易被秒掉。开大招往里冲的话，可能一下就被秒了。这个，但是这边的塞拉斯，你不给我蓝，我刷你一组 F，就刷你一组鸟，很公平。
对，这个时间段，这个船长的伤害已经非常高了。下路的话也是有点想动手，这边没有勾到的话，应该也是不打了。发现这边的阿拉夫在这里，这边酒桶过来想反蹲一下。这边的话，对，鳄鱼应该是看到对面奥拉夫在下路露头了，所以也是这么肆无忌惮的在这边塔下压制。这边杰过来了，想杀吗？这边打了一个电刑，伤害这个时候有个幽梦，伤害也已经很高了。对，如果，但他有个秒表可以规避一下。上路的话，感觉这波船长的发育非常的好啊。哎，这边首先勾到了一个霞，开出漫天飞羽规避一下，上去盛大登场，抬起两个人，这边霞伤害还是很高啊，这边霞落的伤害还是非常不够，不给，有点不讲道理啊，这边哎怎么回去啊？这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去了一下，中间的话两个中单也是互秀配合点燃伤害，也是完成了一波单杀。因为上一波，对，打起来的时候，刚才这波卡莎也没有放出自己的大招，不然放出大招的话，应可能还能反抗一下。这边的话，对，船长也是在上路一个人吃掉了一个塔，非常，他这边船长的发育是非常好的，自己的被动加上他又出了一个矿刀也，这波矿也爆出来了。所以他现在这波经济应该是领先于场上所有的人的。哎，这边炸桶炸到一个桶，结果一往外跑的时候，大招应该反而送他一程。这边想出钩，但是洛还是非常灵活的。这边的话，第二条龙也是火龙，感觉这个时间段第二条火龙，红色方是想跟蓝色方来争夺一下的。这边的话是有和蓝色方打团的一个资本的。本来下路已经开始动手了，盛大登场，配合一个伤害，应该也是杀掉下路双人路，下路双人路打死之后，这样的话火龙应该是要被红色方给控下来了。感觉走不掉了吧？这边闪现上来，这次闪现没 W 错人，但是这边伤害非常高。的杰应该是杀掉了船长。也就差一个 Q 的伤害就要死了。这样的话，红色方能把这条火龙拿下来吗？感觉这边的奥拉夫也是不想浪的，因为如果能拿到自己家第二条火龙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但是感觉。有点晚，这边开了一个大招，
这边开个大招助个兴，但是没办法抢到一个勾，勾到了这边酒桶，酒桶很脆的，会不会把他秒了？这边的入场抬起两个人，伤害非常的高，解释没有大招的，这边侠应该能无压力的输出一个船长，这个大招大的并不好，一个钩子勾上去杀掉这边的锤石，想继续追击杀这个奥拉夫吗？这边奥拉夫的血也不是很多，应该是往后包，这边奥拉夫应该也是跑不掉了。刚才这波打起来，杰士没有大招，但是这个时候大招已经好了，他是想埋伏一下，但是点了爆破果实往赶快跑。这个时间段的话，红色方应该想办法，就是现在的，就是他们打团也是个强势期，应该想办法把这个雪球再滚得大一点。哎，这边杰想杀一下船长，结果船长反身一 Q，直接打掉了将近好多血。而且这个时间，段他们打团打起来的话，应该是打红色方，红色方是有优势的。对，这边是。对，这边卡莎也是直接出了一个蓝切，并没有选择，就是非常，就之前卡莎很多都会出一个魔宗，但这边觉得可能觉得前期发育已经不太好了，就只能出一个蓝切。这边的话，他可能他要出个鬼刀，下一把下个装备出个鬼刀，就当做他出 AP 了吧。啊，魔宗。这个时间段，红色方应该还是在双方进入了一个发育的阶段，但是这边的话，杰非常的凶，直接上去想杀一个船长，但这个船长发育挺好的，有个血手没有死，想反打，但是有点拖沓，这边的伤害非常高，投了一个大招之后秒掉，反而秒掉了这边的杰，这边鳄鱼经常想杀人，但是并没有杀掉，这边侠洛登场。侠洛过来，这边的洛开启盛大登场，控到两个人，但是被勾了下来。这边鳄鱼反身一个反打，想反打之后被这边的侠伤害很高的一个漫天飞雨勾到之后，还是杀了。这边钩子非常的准啊，这边的锤石。我这一波要不是这个锤石连续两个致命钩，感觉这边蓝色方是打团是一个将近要崩盘的一个局，崩盘巨亏的一个局面。锤石这样两个钩直接打了回来。对，刚才也杀掉了这边的霞，不然的话感觉自己家的中医塔可能要被推掉。
但双方都还是要打一个勾，勾到了这边塞拉斯，塞拉斯还是有点肉的。这边过冲上去之后，自己还是不够坦度不够高，被秒掉。这边船长有血手，坦度很高，一个桶直接炸掉了这边的卡莎。这样的话，应该是进入了一个追击。就是。对，这边的奥拉夫虽然出了一个正义荣耀和一个龙扎巨人打野刀，虽然说血量抬起来，但他的双杠还不是特别高的，所以他刚才直接开大招往里怼，还是很快的就被秒掉了。而这个时间段的这个船长有一个血手和步假鞋，他在前期扛了非常久的伤害，而且几个桶也打出了很高的 AOE 的输出。哎，这边的话感觉看到了一个锤石，但是伤害就并没有抬起来。这边看一下，这边船长又出了一个这个小这个紫菱风拳，中文叫，但是不知道他要出哪个装备。感觉看一下卡莎下一波想出什么，我觉得我建议卡莎下一件出纳什之牙，这样的话增加一下自己这边的 AP 伤害。有点急躁。哎，看下这边的船长是想出一个巨型九头蛇吗？出巨型九头蛇的船长好像并不多见。这个时间段的话，红色方我觉得要非主要忌惮的一点是要小心一下这边，就他们对方的锤石，这锤石已经在好几次出了非常好的勾，打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边船长也是很肉，有点并不怕你。这边的话，第二条火龙马上要刷了，双方感觉这一波火龙团战应该就是。决定双方接下来的整场比赛走向的一个决定点了，但是他们拼的是想往大龙方向走吗？这也。虽然说这边视野是红色方占主，但是这个时间段打大龙有点太过于风险，应该是不敢打的。哎，这边中路一勾勾到了这边的塞拉斯，想不想动他？但塞拉斯推棒配合 E 技能直接跑了。果然一个大招一闪炸毁两个人，但是锤石闪现跑得很快，这样的话应该是九筒一个 E 闪打掉了对面的两个闪现，说不过并不亏。这样的话，打掉两个闪现情况下，就直接有视野站好了之后，就直接想动这个大龙的。这边的话，打大龙打的速度还算可以。这边侠为什么这边的卡莎回家了？
感觉这边沟通出了大问题啊！为什么卡莎明知道在抢的情况下，看能不能抢这边一个麦田飞羽，直接被鳄鱼给抢到了大龙？这样的话，虽然抢到了大龙，但是这边输出拉满也是在打了一波零换四。我这一波居然被鳄鱼给抢到了大龙。看来原来卡莎在刚才回家是为了保存一下龙种，我错怪他了。刚才，对，感觉刚才那个情况下，如果卡莎也过去的话，抢到大龙的话。也许能打一下，因为刚才红色方所有人的就打完之后，他们的血也不是特别多的。那如果船长桶炸得好的话，上限还是非常高的。这样的话，想进行让塞拉斯进去去做一个分带，反而是想拖一下这边的中医塔嘛，感觉有大龙 buff 配合中医塔还是很好拿下来了，因为自己家队友也不在旁边。哎，看一下这边这个船长的出装，他出了第三个这个全套，那他是想再出一个大冰锤，他连续出了三个这个全套，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全套它的一个被动是可以提供额外的生命值的。不知道他这个全套的这个额外生命值是不是附加的？如果是附加的话，他出三个全套的话，相当于就多加了300点血，就额外多加了300点血，是收益还是非常高的。对，这边9桶的话也是上一个人要拆这个塔，这边17级的9桶，感觉是不许你这个劫的，感觉这个劫要被杀了，果然一枪直接崩掉了这个劫。这边这个船长非常的肉啊，对，这波船长发育起来之后，应该说这三个装备给船长带来了不错的攻击力，同时也带来了非常高的生命值的一个加成。这边的话。塞纳斯想冲上去打一下，但是吃个橘子规避掉了伤害，双方大招打到一个核弹般的炸弹，打了非常高的 AOE。这边卡莎大招，结果反而是冲上去被对面的 AD 给秒了。这样的话，这波推进应该是没办法防守了。那我们也恭喜一下这边红色方33分钟，击败了这边的蓝色方。你刚才那一波打的一个大招，9桶大招炸得非常好，然后配合霞的一个漫天飞雨和道高的伤害，对，打出了非常高的一波 AOE。
来，我们看一下这，哎，恭喜维恩战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今天的两，对，那今天的两场比赛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恭喜一下今天获胜的两支队伍，以及今天输掉的队伍，也不用灰心，因为还有很多的小组赛。还有三四场小组赛等待他们，接下来好好调整一下队伍的战术，希望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也，现在时间也不早了，赶快，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好，大家拜拜。